小红书的表宝们 ，Hello， 然后小吴顺利的从义工录制的棚里出来了，我出关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想给你们分享一些，就是我为了二工准备的一些好看的配饰，分享一下怎么着。我对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发带，我是觉得跟我今天这个衣服还蛮配的。大家看到了好多的好看的配饰哈、啊，从啥开始分享的？这个是一个刚刚拆开的一个架，结果里面是这样一个小雏菊的一个小花，就这样扣到耳朵上。这个是我之前就戴过了，我义工的时候戴的，那没来得及分享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看。我觉得我今天特别喜欢这种什么花花草草呀，然后这种编织呀。我们第一工的主题叫送你一朵小红花，然后我就带了一朵小兰花去，然后在节目里面也得了一个小兰花，还有个花花，真的好多花。这也是一个就这样子的，就显得皮肤还蛮白的，是不是？它是木头质地又很轻，也是一朵小花花。还有啥啊？这个鹌鹑蛋壳，鹌鹑蛋壳耳环，就是性感妩媚的豹纹，再给你塑成了鹌鹑蛋壳，你看就这样。还有这个小花花也很可爱，这我也戴过了，但是我们给大家分享，我觉得它很好看，不用摘了吧？哎，摘一下吧。送你一朵小红花。还有这个我还没戴，哎，这个跟我今天这身很配，就是好看的东西总是能这样不期而遇。你的色彩配不配？我就戴着了吧。戴着吧，好吧。看花盆是百搭神器，戴上。好，就这样。戴着了吧，然后项链是这个，很喜欢这种吸的，这个红色的我第一工舞台就戴的是这个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是蓝的，这个不展示了好吧，跟绿的是一样，红绿蓝红绳，还有这个黄蓝，还是这种垂感的小小的，看见没，就是那种花环不一样，这上面是点的，这上面是有这种，这叫啥呀，不知道的。还有一条是黑的，红黄蓝呀，就这些。这个是一个就很显黑的一个荧光绿，就是买了东西再怎么样也得坚持戴下去。还有这个一个三层的这样一个链子，就我怎么会买这么浮夸的东西呢？义工训练的时候戴了一个这种，也是这种蓝色的，这种珠珠的粗粗的珠珠的配酷酷的衣服的一个链子，一个黑爱心。再亮点的话，就是每一套都有小心思，当然就发丝里面都有好多小心思，都是我自己精心设计的，也跟我这身很配耶。难道我是要走这种风格吧？民族风，民族风，2022民族风就是我。然后这个手袋还蛮好看的，就是这样的。还有一个这个环保地球的耳环，好浮夸，我觉得我现在就这个这样的，就这个小地球，就整个一个很浮夸，很浮夸，大浮夸。也挺民族风的哈，我变了。那差不多了，后面买了再跟你们聊吧。好啦，那这期我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好吧，后面买啥了再跟大家聊。拜拜了，拜拜了，请记住我的花粉头带，也许就露出这一次就没有了。再见，拜拜。